在说什么？你去死啊！我现在不当好野人，我要杀人！卖照 ！Don't move! Freeze! Get down! 哇、这个盖的有点大。哎、那是飞机吗？哇，真的会空投物资是不是啊？我第一次看到飞机耶！记住了吗？通关密语：蹲蹲跳。有人呢、是哎，这是刚刚蹲蹲跳，对，没错，这是白粉。等一下，太多人了吧？我们三个人要不要去挑战那个熊啊？义不容辞，直接往前冲，完全不回答我问题，好疯狂的白粉啊！我现在才发现游戏里面讲话嘴巴会动你再讲一次，一直都会动，太好笑了吧？哇，人越聚越多，帮派分子哦，白龙帝国，我遇到人嘞，斯巴达。等一下，整个 Rust 的世界都是白粉啊，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白粉，不会是这一栋吧？真的假的啊？你们做了什么？你们盖太快了吧？准备哦，准备哦，大家准备一下，掉下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，跑跑，直接跑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当然有哭啊，白痴哦，玩游戏哭屁哦，玩游戏还是会哭啦，太激动的时候，然后踢到桌角。那时候应该就会哭了。赵云是十八铜人，好帅哦！我会受不了了，太帅了。我们要不要定什么队呼之类的、啊？白龙帝国。好 low 啊！你们有点默契好不好？再一次，白龙帝国。没有了，算了啦，不要有队呼了啦。还有三楼哦！你们是花多少时间在玩啊？你们疯了是不是？喂，回来啦！我们进去吧。三集我们玩到那个白粉团结力量大，房子越盖越高，不是越盖越高，越盖越大。然后这次我们采取的建筑方式是盖两层，然后在上一集结束前好像有把第二层楼盖出来，但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。睡得香甜的白粉从睡梦中醒来，有两个人站在这边，表情一模一样。看一下二楼，哇，我盖出来了耶！然后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把外围的墙壁也加强一下，第一层楼的外围墙壁全部都改建一下。现在是白天对不对？我们出去采东西好了。等一下，我把一些重要的物资摆到箱子里面好了。然后我们出去外面采东西。提灯做出来了，提灯为什么它的那个道具解释是写说这可能造成火灾？应该不会造成火灾吧？我们放在这个位置好了。好，然后。点亮吗？怎么点啊？啊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先把建筑那个关掉？先关掉啊。为什么进不去？等一下，这个门显示有问题。有人要木头吗？我 LOLOMG 回来了，你终于找到位置了，恭喜你回来。有人要15000个木头吗？你先放在那个箱子里面。我们出去多采一点，多杀一点动物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布料做睡袋。啊，是五点钟方向吗？不是吧？我说的是森林，我说的是森林往河对面的11点钟方向。可是附近没动物。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OK， 附近没动物，有吧？森林里面完全没有吗？
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在这个森林里面看到一只熊，应该有吧？再找一下看看好了。这么多间房子都空着吗？房子超高的，怎我么真的盖？感觉里面有跳人。这怎么盖的啊？好夸张哦！旁边就是海哦，真的假的啊？因为这里是海哦，哇！然后这里还有几栋建筑物，有人呢？这谁？白粉吗？暗号，暗号，这名字我没看过哎，把它擦掉，把它擦掉。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物质，冲啊！边 走边看有没有其他动物可以杀。我们要包抄啊！我从上面，我绕上面。继续追，继续追，我还正在追。哎，好多人哦，有白粉吗？好蚂蚁哦，谁是谁啊？这谁？你谁？白粉吗？暗号，没有，这不是。嗜血的世界，他怎么会走位啊？好烦哦！不想玩了啦，看，太难杀了啦。完全砍不到哎、欸，太扯了吧！好晕哦，哎、欸，我被砍到了，这个，哎、欸，你是谁？你是白粉吗？是的话，蹲蹲跳。不是哎、欸，嘿，哎呦，我的视野冲到地下了。刚刚那是怎样啊？那里面到底有几个是我认识的人啊？我刚以为只有一个是不认识的，结果大部分都不认识哎、欸，怎么回事啊？好，现在这个地方又是哪里呢？而且我一出生就碰到熊，看一下哦，嗯。那怎么回去呢？有人在睡觉哎、欸，取肉一下。熊没发现我吧？没有，没有。
好，然后嘞，现在我不知道方向哎，糟糕，看不太出来哎。有一个湖没错，但是我看一下哦。啊，我知道方向了，我知道方向了。然后视野调远一点好了，看一下。没有差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应该是这里。哎，又有另外一个人呢。这个是不认识的。取肉，取肉，应该也是空中啦。这种在这边出生的都是空中啦。好，然后为啥都直接砍人哦？如果哦，可以直接看啊，可以先直接看人身上的东西是吗？好像可以直接看睡觉人身上的东西耶。我等一下试试看好了。如果还有看到人的话，就试试看。应该这个方向吧？啊，有辐射，看起来有点像，又有点不像，到底是不是啊？这看起来没有冰山啊！我往冰山那个方向走看看好了。我跟那个 LOLONG 一样迷路了，迷路了。我先看一下，拜访一下这几户人家房子里面有没有东西可以拿好了。Hello，有人吗？没人。啊，这有火，有那个，先烧点肉来吃好了。啊，不行，没有木头。看看，安安，LOLONG，你懂我，真的啊，没办法，一次做那么多事啦。而且白龙不太聪明啊，一次不能分心两件事情啊。太棒了，找到知己了。哎 欸，看到那个嘞，卫星了哎。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那条河啊？到底是不是啊？如果不是的话，这边烧肉是很浪费时间啊。不是那条河，那我是不是要直接自杀啊？还是说有办法走到那边？我听到脚步声呢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ow are you？所以我要自杀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先自杀。I give, there's some meat I can give you. I'm gonna to suicide. Goodbye. 我不用自杀了，他直接把我干掉了。啊？哎，我重生在同个地方嘞，我再自杀一次好了。
OK，果然打指令是可以自杀的。好，对吧？等一下，我调整一下我的视窗。等一下，一下，一下。好，这里又是哪里啊？这里又是哪里啊？啊，这是我今天第一天。第一次生出来的地方吗？这里好像也不是，对不对？没看到任何冰山。好，自杀。一直自杀会不会越来越远？可能哦，而且他好像。有一段时间，像我现在你看又很近，它好像是就是一段一段死亡数会在同一个区域，你要自杀很多次或被杀死很多次，它才会横跨另外一个区域，对啊，你看我又在同一个地方重生了，它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啊？蛮好奇的，没关系，那个在家里的白粉就继续盖吧，欸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很近，很近。哎，我现在认路的那个力量越来越高嘞，属性一直点那个认路，要不然就点智慧，开始有那个慢慢变聪明了。没错，超积极的好不好？耳观四，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。我点一下火把好了，好暗哦。啊，到了到了到了，我快到房子喽。我是白龙哦，不要杀我。还是敲个门好了，以示礼貌。Hello，Hello，好进去啊，不要玩门啊，等下门坏掉。好，我要进去啊，我看一下二楼盖怎么样。好烦哦！你们不要一直玩呐、啊！哦，太好了，二楼盖好了。一楼的墙是都升级完了吗？哇，好扯哦 ！Yes，马上才多久啊？两级哦，房子都盖好了。头没了。然后现在我们有人睡在箱子上面。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杀多一点动物，然后我们要做睡袋啦。睡袋现在是大家都没有睡袋，听得到的。然后等白天吧，我要吃肉，好饿哦。有肉放进去那个萤火烤一下，我想吃，完全不理别人有没有饿，直接说我想吃。安安，那其他杀我们那三个人怎么办呢？什么？其他杀我们的那三个人，你说之前灭我们团的人吗？要就是你叫我去追他，然后结果被杀那个。我们白天的时候绕一绕，看他们的房子在哪里。如果有发现的话，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。那好吗？我还是觉得这动嘴巴很可爱。你说什么？好啊，有没有肉？
没有肉，对啊，没有肉啊。现在是抢夺食物的时代。我来做一点东西好了，做一点工具。这个，好。肉被吃掉。哎、欸，好暗啊！谁把灯关了？我们再做一个提灯好了，里面好暗哦，两层都要有灯。提灯要怎么做？看一下哦。要布料啊，没布料啊。他睡觉的时候眼睛还是张开的、欸，啊，箱子里面有吗？有十个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十个够，够够够，这样可以。再来提灯，没有。什么要围着一个裸体？等一下，这幕太好笑了。哎、欸，对哦，可以看着睡觉的人的东西吗？看一下，好像不能看到睡觉的人的东西、欸，哎，对不对啊？等一下，这画面太好笑，解压图。好热闹。是怎样连环睡是吗？这个人睡觉的位置躺的位置好像有点怪、欸。不能看睡觉的人的东西，对啊，我刚点没反应啊，应该是不行啊，应该要打死才能捡啊。欸，真的欸，箱子有燃料欸，那我好像不用做齁。取消，取消，取消，嘿，这样子，然后直接把燃料拿出来，然后做提灯，对，没错，这样子。白天了吗？哎、欸，要白天了，好，准备出门狩猎。白龙骑士团准备出动啊！记得那个禁止建造那个，不要不小心打开哦，不然就会有危险。好，走吧。我们要去哪里啊？我想一下哦。这座森林好像没有很多的动物，那我们要去对面的森林吗？跨过那座河，可有点远呢。算了，还是在这里的森林绕一下好了。白龙骑士团，白龙肉鸟团，你们在说什么啦？孩子们遛鸟肉，哎、欸，不行这样啦，这肉鸟是非不得已的，我们要穿裤子啊，我们要找裤子穿。
没有，没有，哎，时髦，哎，对耶，没关系，下次再做。走这里其实压力蛮大的，因为这里的房子都好高哦。哎，有鹿，找到鹿了，杀杀杀！有鸡，有鸡，有鹿，先杀鹿。紧盯着鹿的屁股往前走。错，错，没抽到。哎，下坡跑好快哦。卖照，卖照，卖照，卖照！哎 他好强哦，他走位好屌哦，该 学习一下。完了，走到海上，他就会轻功水上漂了。完了，不要下去啦，拜托啦！那个什么动物的 AI 系统好像有改过欸，他们走了的路线跟以前不太一样。欸，怎么消失了？哎，姐姐，说说，死路。为了杀一只鹿，翻过整座山。别跑嘛！欸，为什么我就明明就已经很近了，结果却没打到？对啊，我已经几乎戳到了欸，结果鹿追到跑回家，买造啊！蹲着，他跑是会跟我一样快？不会啊，他越跑越远呢。嘿，不对，这是认识，这是白粉吗？我不管了，臭屁股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，yes，哦，你是白粉吗？哦，是是是。踩踩踩踩踩 ，yes，终于可以做睡袋了，啊，好，做一个睡袋，然后肉等一下回去再煮，剩下的皮革做一点那个绷带好，以免等一下喷血就很危险，做两个好了。我就说这座森林还是有动物的吧，只要那个坚持下去，就一定会找得到。我现在倒蛮想碰到熊的，因为我绷带了，所以有熊的话应该还不错。什么？我看到狼了。什么？要打狼吗？狼在哪里？欸，有鸡，有鸡，有鸡，我看到鸡了。先杀鸡，先杀鸡。欸，怎么那么好杀？前面那里有升级啊，有练过不一样。OK，杀到。你前面那有只狼。为什么听到一个音乐声呢？好，去杀，走。人多势众，不用担心。我是不是打到人了？等一下，你们有流血吗？
我给你绷带，对不起，我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我杀到一个白粉了。我为他默哀三秒，然后把身上东西拿走。哎、欸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先帮你把东西捡回来，然后待会，我失手杀了一个白粉。好，哎、欸，是什么？啊，肉蛮多的，我多做一点睡袋，待会补偿一下。一个 OK，我现在有两个睡袋了。哦，OK，我刚是杀了谁啊？我看一下啊，我刚杀了，是，你就把我杀掉了。哎、欸，你回来了。把我第四次了。哎、欸，给你了。等等等，我把东西给你。你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好厉害哦！然后我绷带也给你一个好了，然后睡袋也给你一个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这样丢东西对吗？你这样捡得到吗？啊。好，然后木头给你啊，算了，木头没关系，木头等一下回去再给你啊。那个斧头给你。好，OK，基本的。现在观众已经会用表情系统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哇，这房子好大哦！我觉得我要先回去放睡袋了，不管了，好危险哦。啊，那个，我们旁边不是有一栋房子吗？待会我们找时间去那个，把那栋房子看可不可以把它打爆。我们要做有礼貌的那个野人，放睡袋啊！放睡袋时间到了，这里面放了吗？啊，不行，要先把这个打开。OK，好烦哦，谁在敲啊？睡袋。哎、欸，白龙，你现在拿武器什么啊？你怎么拿光束剑啊？光束剑。对啊，你手上你就拿一个那个、欸，白白的一项剑。我现在我没有，我现在在放睡袋啊，它看起来很奇怪，是不是？不行你欸，这一直输出的木条。Hello。不行，这边太挤了，我要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都盖不了？它好像有一段距离才能盖耶。那我要盖二楼嘛？好，睡袋盖二楼好了。二楼是我们的睡觉的地方，大通铺。好，把建筑给调回去吧。要盖的，记得要把那个建筑打开哦。然后身上的啊，对，提灯我里面也放一个好了。哎，其实里面好像不需要放哈，需要吗？我看一下哦，二楼好像也不需要，二楼放提灯好像有点危险，会被别人看到亮亮的，对不对？那我提灯放在一楼的外框好了，放这里好了，两边各一个这样子。啊，对哦，关起来，等一下。
啊，好卡。好，然后时间差不多半小时了，这边休息一下好了。那我去吃饭。OK， 休息一下哦，休息五分钟。我人就睡在柜子上好了，跟学大家一起睡在柜子上。